几里红，红不露脸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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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里红。几里红，红不露脸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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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里红。几里红，红不露脸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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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里红。几里红，红不露脸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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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里几里红，红不露
thank you.
悉地吽，唵咕噜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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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地悉地吽，唵咕噜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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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地吽。悉地吽，唵咕噜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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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地悉地吽，唵咕噜连山悉地吽，唵咕噜连山悉地悉地吽，唵咕噜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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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地吽。悉地吽，唵咕噜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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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地悉地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大家注意一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请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有做皈依灌顶的同门吗？有没有？有，好，谢谢。还有一个向大家报告一下哈，明天那个彩虹山庄护摩殿11:30到12:30，请你们到护摩殿的那个门外领取号码，排队领取号码进入护摩殿是1:30，所以呢在11:30到12:30的时候就开始排队领取号码进入护摩殿了，1:30就可以进入护摩殿，好，是11:30到12:30。好，谢谢大家的合作。Om Guru Lin San Shri Om
绿光旗会实现。我们法案前就在这里。佛州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同修莲花童子本尊法与会大众恭敬合掌，恭迎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
师母莲香上师请上座，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请上座，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今晚的贵宾欢迎廖东州大使夫人朱迪师姐，真佛波耶站执行长周慧芳律师，西雅图刘建军医师，方纯健教授伉俪，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龙边这边没有，虎边这一边啊有，请站起来。龙边，在后面，请。大家好，我是莲花英子，来自新加坡狮城礼藏寺。欢迎你。好，虎边这一边呢？站，麦克风给他们，站起来。师尊好，师母好，上师法师大家好，我们是从悉尼，澳大利亚，远上来讲师，我莲花燕燕，莲花未央，莲花林允，欢迎你们哦。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那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同修莲花童子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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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莲生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惊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嗡瓦扎拉旦呵呵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嗡多罗多罗德维娑哈。念招请咒：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
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身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三世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达曼达供养，受戒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三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莲花童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龙天空行诸天神众，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嗡萨尔瓦达达嘎达依达木咕噜那那面扎那坎尼尼耶代咪。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般若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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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般若兰遮利。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明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之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
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觉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造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树精进保守佛、下方闪祭月英王佛、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持有于一切众生，格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松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尼波尼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成帝娑罕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你摧折，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火。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火，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此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尊公。恭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众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共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当佛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得，伽尼尼伽伽那，最多伽尼娑罕。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当佛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南无伽尼尼伽伽那，最多伽尼娑罕。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当佛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得，伽尼尼伽伽那，最多伽尼娑罕。受解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手印。先观空，念观空咒：唵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罕。唵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罕。唵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罕。观想一个湖，光明如镜。湖的中央现出一座高山，山之顶有一莲花座，莲花座上有一个哄字，哄字旋转化为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
坐于莲花法座上。大白莲花童子相貌庄严圆满如佛，天衣飘动，身放百宝光明。在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的右边，有过去十方诸佛，左边有一切菩萨圣贤僧伽，历代祖师又层层的围绕着。在法座之下有四大天王及金刚护法。观想根本上师莲花童子天心部位嗡字放出一道强烈的白色光芒，照射行者自己的天心，这是大圆镜之光，使行者之五蕴及第八识化为无形。根本上师莲花童子吼部啊咒字放射一道强烈的红光，照射行者的喉部，将行者一切贪性欲念化为无形，变为大智慧的光明。根本上师莲花童子心部吽字放射一道强烈的蓝光，照射行者的心部，调伏了行者的痴性，化痴性于无形。观想根本上师及三宝诸尊同放五彩光明，照住了行者的全身，而行者之恶业罪障一切无始之障业全化为黑气，由毛细孔蒸发出去，在大气中消失。行者全身纯白透明发光得清安。观想本尊莲花童子住在自己头顶的梵穴，行者自身中脉的心轮上有莲花开放，莲花上有一月轮，月轮中有本尊的种子字放光。观想本尊莲花童子头顶变成一粒米大的光珠，从梵穴进入自己的中脉，顺着中脉一直降下来，坐在心轮的莲花上面。莲花童子在自己的心轮莲花上渐渐变大，变到同自己完全一样大。观想自己变成本尊一模一样，无二分别。持莲花童子心咒108遍，先做持莲珠观想。持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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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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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
그르년성시띠험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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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르년성시띠험作九节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d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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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 Om Jari Juri Junti So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be Ahu Sasamaha Lien S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 Jaya Beka Jaya Maha Beka Jaya Raja Samo Kyadehe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女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女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女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住世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或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给师尊师母健康长寿。此咒 Om Amanoni Juvendi Yes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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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noni Juvendi Yeso HaOm Amanoni Juvendi Yeso 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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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oni Juvendi Yeso Ha OmAmanoni Juvendi Yeso Ha Om Aman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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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vendi Yeso Ha 回向恭持莲生圣尊法，真佛一派即众生，一咒即生双莲池，十八莲花来化生，无上稀有大秘密，我今修持普供养，发大身心是愿力，愿我早登此佛地，祈求圣尊加持力，赐加灌顶莲华生，广大圆满得自在，自度度他到佛地，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由佛度一切。真佛尊众弟子一心祈愿，摩诃双莲池莲花童子，以莲花净光护佑圣尊，精力充沛，身体好，百病不侵永安泰，敬爱圆满聚善缘，随心自在得永乐，不舍众生转法轮，真佛密法永世传。祈愿师母莲香上师病业消除，体康健，光明吉祥，乐开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心敬礼，玛哈双莲池莲华童子，一心敬礼，玛哈双莲池莲华童子，一心敬礼，玛哈双莲池莲华童子。
祈请莲花童子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莲花童子加持一会大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弘胸化忌，道心坚固。祈请加持资粮具足，智慧圆满，习真怀书戒的成就。祈请加持修法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玛哈双莲池莲花童子天罗僧在罗僧，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戒得圆满。祈请加持瘟疫退散，病毒退散，刀兵戒退散，恶言退散，地水火风灾难退散。祈请加持病痛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eja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sato Tenu Baditha Jejo Mipawa Soto Kayu Mipawa Sopo Kayu Mipawa Anulato Mipawa Sarwa Siti Mipulayata Sawa Kama Sotame Jitamu Sidiyan Goro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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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jama Mimensa Beji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Om Beja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sato Tenu Baditha Jejo Mipawa Soto Kayu Mipawa Sopo Kayu Mipawa Anurato Mipawa Sarwa Siti Mipulayata Sawa Kama Sotame Jitamu Sriyan Goro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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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wa Tata Gata Bejama Mimensa Bejibawa Mahasamaya Soto Ahom Pei OmOm Beja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sato Tenu Baditha Jejo Mipawa Soto Kayu Mipawa Sopo Kayu Mipawa Anurato Mipawa Sarwa Siti Mipulayata Sawa Kama Sotame Jitamu Sriyan Goro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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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wa Tata Gata Bejama Mimensa Beji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是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神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丹增嘎措仁波切
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花童子、师母丹真嘎措图登师弟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心照感恩，心照感恩。爱斯德鲁，爱斯德鲁。谢谢各位。欧拉米哥，欧拉米哥。谢谢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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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今天说法这个第一句话就是睡不太够。另外呢，今天晚上这个12点以后时钟要拨快一个小时，那睡觉更不够。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年纪大一点了，动作都比较慢，时间必须要比较长。花姐现在啊，时间都不够用，而且都很匆忙，连坐在法座上今天这个入三摩地的时间比较短了啊，十分钟哪里够。实在太苛刻了。本来讲莲花童子
童子本来就是看起来就好像是比较年轻的嘛，现在以前是莲花童子没有错，现在是莲花老童子。啊，莲花老童子，哎，茶寒言，这个、精神上啊都是茶寒言。这个文摩诘跟文殊师利菩萨两个人的对话都是很有智慧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并不是他不知道，他知道，他问，那么文摩诘来答，这是讲给众生听的。文殊师利菩萨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说我要问，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一问一答，其实都是智慧。这个，你说整部《维摩诘经》啊，里面呢，维摩诘哪像个病人？对不对？人家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一大篇，就是精神奕奕，根本就是装病。所以有些事情呢，这世界上的事情很难讲什么是真，也很难讲什么是假，有时候真跟假又混在一起。那其中像上个礼拜所谓的执心，它是没有弯曲的，所谓的这个不义，就是直话直说。其实我觉得直话直说，就是那个像口业上里面有讲，你不能够讲假话，对不对？讲的都要讲真话，不能讲假话。但有时候啊，为了众生也要讲假话。那这个算不算业啊？好像造口业，你欺骗人，这个算是造口业。但是你出发点如果是善的，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是好的，不是太伤人的，所以有时候应该可以讲假话。你出发点是善的，而不是直接去伤害人的，应该是可以讲。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好像直心就是不弯曲的话，像童言童语，莲花童子都是童言童语。童言童语本来就是可以的。他不一定，总之所说出来的话就是比较圆满，比较柔软，
所以莲花童子在说法，有时候是讲一讲，让大家心里高兴；讲一讲，让他导引大家走上好的路子，这个都是可以的。像明天要大家记得啊，时间要拨快一个小时。我最近那个写301册，写得非常慢。以前啊，一天我会写2页，自从第300本写好以后，有时候2天才写1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有时候还写不出来。所以我相信古人所讲的话，有时候为了一个字，为了一个用字，要用这个字，他想了好几天，而且把胡须全部都通通给他拔掉了。那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哎，要用这个字，不用这个字，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它代表着什么？它用的要恰当，刚刚好，就在那边想这个字，想这个字，就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文章都没有写好。我最近发觉自己越来越笨，不像以前那么样子的灵巧，大概就是想说300本，以前常常想啊，300本就好了啦，不要再写了。但是早上不写文章要做什么？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写文章的时间到了，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到底要写什么？好像要讲的都全部都讲完了，没有什么好讲了。所以啊，希望这个就有心知啊，啊，给师尊灵感啊，你们给我一些灵感，我才有材料可以写，因为我要讲的话全部都讲完了，300本全部都讲完了，300本最重要，因为里面啊，全部都是修行的真理，都在这300本。然后写到301的时候，就觉得这一本全部都是废话，因为最重要的都写了嘛，再来都写不重要的。那不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废话。301真的是废话。啊，希望这个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大士啊，今世如来给我灵感。我们讲笑话吧，因为笑话
是可以讲。老师问小明，小明，你知道什么动物跟人类最像？什么动物跟人类是最像的？小明拍桌子站起来讲，很大声的讲，青蛙。你们想，青蛙跟人类怎么像呢？老师莫名其妙，他问小明为什么呢？小明回答，因为人类跟青蛙都是蝌蚪变的。老师听了话说，请你的家长来。不过小明讲的对吧，哈，蝌蚪。老师问小明，小明，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全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小明回答，冬天。老师就问为什么，小明讲，我长得这么丑，他都对我动手动脚。冻是冷冻的这个冻呢，老师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啊，小明问小蔡，嗨，小蔡，听说你被裁员了，现在过得怎么样？小蔡讲，还好啦，有3-4家公司一直催我赶快去上班。这个小明问，哇，你被裁员，那行情还那么好，这是什么公司啊？小蔡回答，这个大概就是台湾的笑话了，中华电信、自来水公司、台湾电力公司，还有台湾银行。小明就讲了，真有你的，全都是公家公司，是铁饭碗呢。这个小蔡回答，是啊，他们警告我，如果再不去上班，就要给你断水、断电、停话、查封房子。这也是笑话啊。现在是你问我答。马来西亚莲花黄龙问的啊，尊敬的师尊佛安，祈愿师尊佛体安康，请佛住世，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弟子是替一名未正式皈依师尊的善信来提问，敬请师尊慈悲解惑。他的问题是，在了解上师的过程中，他认为多来正佛宗道场听听佛法，以及和正佛宗的同门同修真佛密法，是可以让他更了解师尊及正佛宗。但有弘法人员跟他说，为皈依而修持真佛密法属于犯
盗法罪，而犯盗法罪的后果非常严重，会遭受到诸种种的灾难。听完这句以后，从此他再也不敢来生活中的道场一起同修了。请问师尊，此弘法人言的说法是否正确？请师尊解惑，感谢师尊。这个在从前是的。什么叫盗法罪？就是说你没有皈依，没有接受这个法的灌顶，那你就知道了这个法，同时也修了这个法。在以前，这个是属于盗法罪，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所有的法，大部分都知道了。所以都不同了，那个随便打开手机，你叫密教里面，你说你要学那个体功法啊，体功法在手机里面就有啊。你要学呼吸法，但里面也有啊。你看手机有没有？所有的法都在手机里面呢、啊，很多的秘法都在手机里面。现在大众传播里面呢、啊，很多的这个信息在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以前秘法是属于秘密的。有些特别秘密的可能也有，像师尊那一天不小心透露了三个秘密，那个你们以前知道吗？我讲的是说这个把这个被斗床啊化成莲花，这个在手机里面有没有？你们看过没有？只有听师尊讲。是，没错。第二个，那莲花要包起来，那你自己要观成本尊，那女方也要看观成本尊。密轮呢，观成金刚杵跟莲花，我有讲这三个秘密嘛？在手机里面有没有？没有。没有啊？那我是犯法。我把它讲出来呢。这个就是比较秘密的啊秘法，有些是不可以公开的。另外呢，所谓吸气、吐气啊、运气、纳气、纳气、咽意，这些我就没有讲了。这些属于技术方面的，技术方面的我就没有讲。那在手机里面有没有？大概密教里面最秘密的就是这个话。那其实像这个那个不是正佛宗的弟子，他到了正佛宗的道场，我们其实是可以的，可以让他一起同修，因为那些法都是一般的，
一般一般的。现在的密法没什么，第一个有观想，有持咒，有解手印，有入三昧地，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先观想后持咒，然后最后呢是入三昧地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啊。在观想的时候是解手印，跟着是解手印，解手印是象征着这个身清净，持咒就是象征的口清净，观想就是象征着意念清净。依着这种三种的身口意清净而进入三昧地，而进入这个冥想禅定，是这样子的的修行方法，大部分现在大家都知道，所以让他们听一听也是可以的，没有那么严啊。道法罪像那个比较秘密的啊，根本上是没有讲的，那个就是属于大法罪，你没有受过灌顶你就开始做了，那个是大法罪。我现在是比较松了，比较松的话，一般的修行，一般的持咒咒语，你们在那个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嘛，哦，很多咒语啊，啊，观想的方法啦，啊，还有手印啊，甚至有手印的册，另外还有所有整本咒语都出来的，所有的咒语都在出版的书里面都有了，因为咒语、观想跟这个手印都不是秘密了。另外这个进入三昧地种种的方法，其实在古印度他们要入三昧地是靠呼吸的，靠呼吸的，就是入息跟出息全部都是靠呼吸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九节佛空就是呼吸的方法。金刚颂也是呼吸的方法，宝瓶器也是呼吸的方法。九节佛空是属于细慢长，宝瓶器是属于持气，持啊。金刚颂也有观想，也有呼吸，都有的。那我觉得弘法人员讲道法罪是有道法罪，但是呢我应该可以这样子可以开解。什么叫开解？就是说没有关系，让人家来旁听。你说在大学里面也有旁听吗？对，就坐在旁边听，就旁听可以的。好像啊，听一听，你觉得到了每一个学校去参观，然后去旁听都是可以的啊，那不算是道法罪。所以我开解也就是说让所有没有皈依的同门也可以来参加同修，算是旁听，也可以听上师说法，
除了所谓的极机密啊，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的啊，这种极机密当然不能泄露了，对不对？国家的资讯当然呢，一般的资讯可以，你们认为这样可以不可以？这个小明是很聪明的，小明跟他的女朋友没有戴安全帽，但是在路上遇到路边的临检，也就是警察在临检啊，他要已经知道了要转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呢小明跟他的女朋友就把摩托车呢开到警察那里，直接开向警察。小明就问警察，这里最近的警察局在哪里啊？那个警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个警察局在哪里，然后警察也是很怀疑，他说你们去警察局做什么呢？这小明就回答警察，我们的安全帽被脱了，现在要去报警，还要去报警，安全帽被脱了。那警察临检没戴安全帽是会罚款的。有一天啊，这个 A 对 B 讲，为什么这一家这个特种营业的酒吧名字叫开会呢？开会酒吧应该讲酒家吧，但是中国大陆讲酒家又好像是饭店嘛，是吃饭的地方是吧？嗯，那要怎么讲？为什么这一家店、这一家夜总会叫开会夜总会？开会夜总会 ，A 对 B 讲，为什么这一家夜总会叫做开会夜总会？我知道以前在香港我去过了，有一家大富豪，很久以前呢，大富豪中国城，还有大富豪中国城夜都会，有三家哇非常豪华的这个 nightclub， 那时候他起名是开会夜总会就对了。这个 B 就回答，我告诉你这个有秘密的。这个 B 就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给太太讲，喂老婆，我在开会，如果我骗你天打雷劈，你看开会夜总会啊，你看这个聪明的人哦，才会懂得取这个名字，开会夜总会。老婆问说，你在哪里呀？我在开会。其实他是在夜总会。香港有吗？对不对？大富豪，你们香港的很大的夜总会啊，
倒闭了。我告诉你啊，以前长治的哥哥啊，长治的大哥，他二哥在加州，长治的二哥在加州，长治的大哥，他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嗜好就是去夜总会。就是他大哥跟我讲了，他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嗜好就是去夜总会，他大哥讲的。但是我要去夜总会，我老婆都是阻止我，所以我带师尊去，我老婆就没有话讲。他今天带我去，哇，中国城；明天带我去大富豪；后天呢，带我去夜都会。哇，真的，那警察来临检，全部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跑了，小姐全部都跑光了。然后也是跟警察啊，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跑哪里，因为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啊，我跑出去就迷路了。哎，好好玩。哎，以后啊，真的，生意人要动动脑筋，开会夜总会。你跟老婆讲说我在开会，啊，你如果老婆如果不信啊，天打雷劈，啊，真的他是在开会啊。啊，现在讲《维摩诘经》，这个都很有智慧的话。闻知势利菩萨又问维摩诘了：“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他是讲，所有的众生都活在生跟死之间，都有所畏惧。他害怕死，每个人都怕死嘛。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怕死，都有所畏惧，对死都有所畏惧的。菩萨当何所依？做一个菩萨，要依持什么呢？依持什么则不畏惧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了。菩萨以生死为宗啊，当以如来的功德之力。我们本身在修行的人，对死无所畏惧，但是是为什么无所畏惧呢？因为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啊，会转世到净土。以佛法的力量转世到净土，以佛的力量，以佛的力量来成为一个菩萨，以佛的力量，依止佛的力量来成佛，佛有力量，那时候你再多的钱也没有力量，再怎么漂亮也没有力量，再怎么有名也没有力量，只有佛法有力量。让你能够有所依止，佛法就是这样子，这么重要。如来的
功德力量就是这样子的重要，所以要依止如来的力量，你才会无所畏惧。所以有人他信钱，相信这个金钱，但是钱不能救你啊，色也不能救你啊，你再有名也不能救你啊，只有依止佛的力量才能够让你能够真正得到的解脱。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要信佛的原因。所以维摩诘回答的这是很有智慧的，你要依止什么？依止如来的力量。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菩萨欲依如来的功德之力，当何所住啊？那个维摩诘就回答了，菩萨如果要得到如来的这种力量，就应该要说法布施度化众生。就是要法师，要说法度化众生。我说众生在迷中不知道要依止佛法的力量，如来的力量不知道，你必须要去度化众生。你去度化众生呢，你自己本身得到如来的力量，依止的如来的力量，你自己也产生了那种功德，就你自己也产生了力量，所以必须要度化众生。所以像我们生活中的这个 master 啊，上师啊，啊 master 必须要去说法度众生。你当了上师，你的责任就是说法度众生；当了教授师，你的责任就是要教授。你这一生度化多少人，你法师多少，就是你的功德。你以这个功如来的功德力，你依止了这个功德力，你才能够随心所欲，到哪一个净土去，到哪一个活菩萨的境界去，你才能够有成就。如果以上你有上师之名，而没有依止这个度化众生的力量，那这个上师是空名，是空的。教授师也是一样，教授师也是一样，他就是教授。应当要度脱一切众生。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欲度众生当何所除？你要度众生要除掉众生什么呢？维摩诘回答，要度化众生就是要除掉众生的烦恼。有烦恼就是众生，烦恼就是众生，众生就是烦恼。哇，现在已经十点半了。好，谢谢谢谢，现在已经十点半了，要早一点结束。十点半了，天哪，今天不能讲太多啊。欲度众生当何所除啊？欲度众生除其烦恼啊，要度化众生
就是让众生没有烦恼，因为没有烦恼就没有执着，没有烦恼没有执着，这个人本身就是被你度化了。众生都是有烦恼的，烦恼什么？烦恼名啊，烦恼这个老啊，烦恼病啊，烦恼钱啊，就是这些烦恼嘛。众生的烦恼就是这样啊，财色名，财色名食睡，就是这些烦恼，还有病，众生都是很有烦恼的。他除掉他的烦恼，然后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要除掉烦恼当何所行，要怎么做呢？文殊师利回答，就是要正念，正念很重要啊，正念要有正念。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那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不生不灭。正念是不生不灭。维摩诘回答，这个回答好奇怪，是为什么不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什么法不生呢？何法不灭呢？维摩诘回答，不善的不生，恶念不生，善念不灭，就叫你做善事了。什么叫正念？叫你做善事，恶念不要产生出来，因为恶念就是造业，善念让它不要灭掉，灭掉这个善都灭掉了，就是恶念不生，善念不灭，就是不生不灭。依照这个善，你就可以升天。这是因缘果报，本来就是如此的，因缘果报本来就是如此。这个文殊一直问下去哦，文殊菩萨又问了，善不善执为本，这个善念跟恶念，善恶以哪个为本呢？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善恶是依照什么为本呢？本源呐，善恶的本源在哪里呀？有摩诘回答：善恶的本源呢，就是你的身体。身体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呐、五蕴，五蕴为本。善不善是以什么为本呢？五蕴为本。那五蕴以什么为本呢？维摩诘回答：这个贪欲为本，因为你贪心。色受想行识都是因为贪心才产生出来的，以贪心贪欲为本。又问，欲贪执为本，奇怪，这个贪欲啊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维摩诘就回答，颠倒妄想，就是不正念啊，颠倒妄想，希望分别，希望分别就颠倒妄想，
这希望分别，他这边希望分别就是说，因为分别有了分别心呢、啊，有了希望，认假为真呢、啊，希望分别是本。那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啊：希望分别是以什么为本呢？为什么会希望分别？就是颠倒妄想了、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啊：颠倒妄想是以什么为本呢？我告诉你，颠倒妄想啊，就是以无所住为本，它的本源就是无所住。这个是很高明的回答。颠倒妄想是为以什么为本源？维摩诘回答：以无所住为本源。因为无所住，到了无所住，这个就是标准答案。维摩诘回答的。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啊。那无所住以什么为本呢？维摩诘回答：你既然是无所住了，就没有本了。无所住就没有本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哦不，那个。维摩诘回答：无所住就是没有本源了，到这里为止就没有本源了。因为你无所住，你没有固定的，你一切变成转成空，就是无所住了。转成空就是无所住了。维摩诘对文殊师利菩萨讲：因为是无所住，那么所有的法都是因为无所住生出来的，就是由真空生出一切法。所以我常常讲，无所得、无所为、无所住啊、无所失，这个都是属于无字。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颠倒妄想，因为有分别，才产生种种的啊，所以才产生所有的法到达无所住的时候啊，就没有了。但是也是以无所住立一切法。一切现象也是从无所住，从无所住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啊，今天讲得很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10:45了。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文殊师利菩萨一路追问下去，维摩诘一路的答，这里面都是智慧，就是互相环环相扣，一个环扣一个环，一个环扣一个环，扣到最后就是空。很重要哈，吓了一跳，这做到最后就是空吗？从空生出一切嘛，这回到本源就是无所住、无所得、无所畏、无所为、无得无失，就回到本源了。所以真正想起来，他们文殊师利菩萨一路的问，维摩诘一路的回答，
这其中都是智慧。所以您想到哈，真的要除掉烦恼，为什么要？可以哪个方法可以除掉烦恼？因为唯有无所得，因为无所得就顿断烦恼。每个人都以为有所得，所以有烦恼。当你知道无所得的时候，你就可以烦恼就可以断尽。那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根本就没有啊。所以这世间的烦恼，你看那个现在的战争啊，这个从古至今啊，最大片土地的占有，最大片土地的是哪一个帝国？是蒙古大帝国。那时候成吉思汗啊，他从这个东方一直打到西方啊，整个欧洲蒙古大帝国最大了。现在呢，没有啦，对不对？空啦，剩下一个内蒙古，一个内蒙古，一个外蒙古啊。那个亚述大帝国，还有凯撒，凯撒那时候建立起来，从希腊那边下来，亚述大帝国也是一个大帝国。现在呢？没有啦，就剩下一个希腊。凯撒大帝国现在还有吗？没有啦，也没有啦，什么国都没有啦。真那个啊，现在那个罗夏跟乌克兰争什么土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争什么土地？以后会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你争多大也没有啊。到最后也会没有啊。因为历史上，你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大帝国都没有啦。这些有什么好争的？这其实人活着啊，共存共荣，大家一起存在，互相繁荣，互相帮助，那就好了嘛。打来打去做什么？你这个时候有，该隔一段时间又没有，你争那个有什么意思呢？都是烦恼啊。像蒙古大帝国那时候打的这个，哇，整个亚洲、欧洲最大的啦。现在呢，还不是回到内蒙古、外蒙古？没有了。亚述大帝国，你们知道吗？凯撒那时候也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在欧洲哈。凯撒也建了一个很大的帝国，现在呢，没有了。现在剩下一个希腊，也是没有了。所以那时候的争有用吗？没有用啊。啊，现在历史上，你看看历史上，看看现在的争有用吗？我们看了也知道是没有用。其实共存、共荣、共同享福、共同幸福快乐是很重要的啊，不是没有什么好争的。Om Mani Padme Hum。
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一些法务活动向后的向大家报告，明天3月10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波叶佛母护摩法会，享受维摩诘经，赐受波叶佛母法灌顶。明天开放的时间是11点15分，法会现场由中英语网络直播，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温馨提醒大家，西雅图下令时间一到，今晚睡觉前记得把时钟拨快1小时。请皈依者到坛城前忏悔，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For those want to seek refuge in Grandmaster, please come forward, line up in the center to receive Grandmaster empowerment blessings.做观想的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神引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神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神引四平等以起手。
恭请法王沈尊莲生活佛加持与会四众弟子。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谢谢大家。我们直播到此结束，请大家共同一起来发愿分享法流量。波罗莲生死的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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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莲生死的红。
谢谢师尊。
师尊晚安，师尊明天见，大家晚安，大家明天见。